老婆，嗯，你们今天聊什么？我们今天在聊老公的坏话。嗯，这么可怕？聊什么坏话？嗯、你有没有讲我坏话？当然，你的坏话可多了。哇，我那么好，有什么坏话可以讲？你呢？就嗯，我开玩笑的。我们刚刚就在聊人为什么要生小孩。为什么？嗯，老公啊，嗯，你还会想要有小孩吗？其实我以前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情，但是你怀孕以后，我心里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是突然有一个生命跟你还有跟我都有关系，然后突然就会想到这个小宝宝他会像你多一点，或是像我多一点。但其实生小孩也没有要干嘛，只是觉得跟你一起陪伴一个生命感觉蛮好的。反正只要跟你一起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趣。但没有小孩也很棒啊，你看我们之前不是计划要买房子吗？那现在我们回归原点了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你之前说过，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户人家都可以手牵手一起度过难关，但我们家一定可以。那你觉得我们家未来会不会有小孩？不管有或没有，我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，我就会很幸福。那我们一起生一个长得像你也像我的小孩好不好？笑而非因，浓情巧克力，极速传说，你浓我浓，浑然天成。老婆，你要用哪一个？今天通通都不用。哦 ，Let it go。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想要生小孩了，因为这个男人。我想要跟他一起陪伴一个生命长大。我开始有了期待，我相信有他一起，应该会是一趟很有趣的旅程。我想和他一起冒险。杜伯谦，啊，怎么了？杜伯谦，我准备好了。好好好，我打完这关。想不想跟我一起
双关。哦，最喜欢跟老婆双关。